释迦牟尼佛在距今约2500年前诞生于北印度今尼泊尔境内。接下来节目将与各位追寻佛陀曾踏过的足迹，深入了解佛陀可敬的生涯，并重新体会佛陀的教诲。印度国土面积约为日本的十倍，拥有近8亿人口，其中有近80%为印度教徒，10%为伊斯兰教徒，其他则为锡克教、仙教以及佛教，每个宗教都各有其信徒。德里、加尔各答、孟买等都是深受美国及欧洲等西化的近代都市，居住在都市里的人约占1/5，有高达4%的人口住在乡村，过着与古时相似的传统生活。印度的自然环境严苛的超乎我们日本人所能想象，河岸几乎未见堤防，因为就算堤防建得再坚固，每逢雨季依旧会泛滥成灾。为了降低洪水带来的损失，道路多建造于地势最高的地方。北印度的气候，7月至9月为多雨的雨季，10月至6月为少雨的旱季，壁垒分明。也因此，在最炎热的4、5、6月，河水干涸，土地干裂，导致贫穷农家挨饿的干旱持续。然后，一到了雨季，河水溢出河道，淹没农田。因为灾荒，许多人失去生命也是常有的事。不过，洪水也有好的一面，为干燥的大地带来水分及养分，而让农田再现生机。承受着雨季与干季的剧烈变化，也让印度人孕育出独特的思考及生活方式，也就是有形的物体终有消逝的一天，一种名为无常的观念。此外，他们认为人类只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采行着顺应自然与自然共存的生活方式。人们相当重视生命的象征树木，为了保护树苗不受伤害，树木被石块或砖瓦围起的情景四处可见。
大多数人将洞固视为同伴一起生活，尤其是牛。牛在印度教中乃是神的坐骑，人们绝对不可以杀害或是食用牛只。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随处都可以见到祭祀印度教众神的庙宇，就如同印度的自然环境，有时恐怖，有时仁慈的诸多神明。对人们来说，与自然共存就等于是与神明们一同生活。这个就是印度，未经修饰的雄伟环境，以及跟古时相同，即使贫穷也坚忍活下去的人们。这样的风土环境之中，在距今约2500年之前，瞿昙佛陀，也就是释迦牟尼佛诞生了。我们先请西塔琴演奏家洪雄介先生问问当地人的想法。你们两位好。我们一行人现在正在追寻佛陀的轨迹。两位晓得释迦牟尼佛吗？是，我晓得。这样子啊，那您呢？我当然晓得啊。两位对释迦牟尼佛有什么样的看法？为这世间带来和平，非暴力，并提倡家族爱，让我非常尊敬。还在就学的时候，大家就曾在学校里讨论过，释迦牟尼佛的种种，而且呢，也有许多相关的书籍。他的名字叫做悉达多，是尼泊尔迦毗罗卫城的王子，他为人类带来了新的规则与革命的伟人。他是大家都晓得的名人。虽然出生于尼泊尔兰皮尼村，出生就是位王子，但是有感于世事无常，离开了妻子与孩子出家，随后来到印度这个地方，经历了6年的苦修之后呢，在菩提迦耶的菩提树下悟道，将此道称为佛教，并传授给众人。在我认为呢，佛教是这个世上最和平的宗教了。将释迦牟尼佛的生平以八幅画展现出来的八相成道图，其中一幅就是诞生。从北印度越过国境进入尼泊尔，数公里后就能抵达兰披尼园。就如许多印度人都晓得的，这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诞生地。释迦牟尼佛是以这附近的迦毗罗卫城为都城的释迦族王子，父亲为净饭王，母亲为摩耶夫人。纪念释迦牟尼佛与其母亲摩耶而建立的摩耶寺，据
据说释迦牟尼佛一出生便步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大声宣布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尊雕像刻画出当时的景象。摩耶寺的附近留有在那200年之后一统印度的阿育王所立下的纪念碑，并于石柱正面留下了以下字句：此地为释迦牟尼佛诞生之地，因此蓝毗尼村永久免缴税金。身为富裕的迦毗罗城王子，释迦牟尼佛成长过程一帆风顺，但是其内心却总是为沉重的烦恼及悲伤所苦。人会老去，人会生病，人会死去，迟早我也会老去生病然后死去。只要想到这里，目前为青春所感到的欢愉，为健康所感到的欢愉，为富裕生活所感到的幸福，便全都消失无踪了。即使早已娶了美丽的耶输陀罗为妃，生了罗护罗这个儿子，却仍深感苦恼的释迦牟尼佛终于为了找出自己的道路而下定决心离家。这时释迦牟尼佛29岁，舍弃王子宝座，与父亲以及妻子儿子道别，离开迦毗罗卫城的释迦牟尼佛朝位在东南方的摩揭陀国开始了旅程。这里现在叫做拉加基尔，是当时摩揭陀国首都王舍城遗址。频婆娑罗所建造的王舍城有当时印度第一大城的封号，四周的山上还留有部分雄伟城墙。在此还能见到更令人惊讶的景象。就是传说从频婆娑罗时代所留下的车轮轨迹，2500年前经车轮深深刻画的岩石直接保留了下来。此外，四处都有遗迹留下，让人得以缅怀王舍城当时的景象。当时的王舍城聚集了印度各地优秀的修行僧人，释迦牟尼一一拜访过这些修行僧，并听其讲道，却都未能帮他解惑。也因此领悟到唯有靠自己才能寻得真理的释迦牟尼佛进入附近的山野森林内，开始体验一切苦行。没有人完成我所经历过的严苛苦行，
我比所有人遵守了更多的戒律，比所有人都要孤独，也曾昼夜久战，也曾睡于荆棘之上，一举一动都不曾伤害任何生命，就连一滴水也因为明了其中存在可悲的生命而小心汲取饮用。最后我终于一天仅需吃一粒米果腹，也因此我变得消瘦，几乎只剩皮包骨，毛发掉落，不晓得昏倒过多少次。见到我这样，与我一同修行的其他五个人都曾以为我已经死了。虽然释迦牟尼佛持续苦修了六年，却始终未能悟得真理。我错了，彻底苦修与彻底享乐是一样的，只会让身心感到空虚，无法让人领略真理。今后我将借着健康的生活取回健康的身体，以悠闲清爽的心境寻求正道。下此决心的释迦牟尼佛进入这条泥莲禅河，将因为苦行而疲惫肮脏的身躯彻底的清洗干净。河旁为优留碧罗村，村里的少女南陀婆罗那时将热腾腾的乳糜供养释迦牟尼佛。我们遇到两位少女，当时的南陀婆罗应该也是这副模样吧。看到释迦牟尼佛接受了南陀婆罗的供养，一起苦行的五名苦行僧认为释迦牟尼佛放弃修行，于是就离开了。后来释迦牟尼佛一个人来到泥莲禅河东边的前镇觉山。前镇觉山是之后才取的名字，意思为悟道前的山，位于山腹的留影窟遗迹。据闻释迦牟尼佛当初便是打算在这座洞窟内修成正果。但是这里山鸣不断，并不适合用来修道。释迦牟尼佛后来就离开这里下山去了。现在洞窟前方盖了尼泊尔寺，之后释迦牟尼佛便来到泥莲禅河西侧，坐在一棵巨大的菩提树下，发誓非修得正道否则绝不起身。他开始静坐沉思，沉思持续了数日数夜。在此之间，为了妨碍释迦牟尼佛悟道，据说魔王还曾出现，设下了各式各样的诡计，但是释迦牟尼佛却对魔王女儿们的挑逗、妖怪们的引诱，表明
他知道这是魔王的诡计，并一一击退。当黎明乍现，看破老、病、死的根源无明，悟得完全的真理，后人称此为成道。传说释迦牟尼佛此时为35岁。明是释迦牟尼佛成道位置所在的金刚宝座。后方的菩提树经过数次重植，依旧耸立如席。菩提树旁有块刻有释迦牟尼佛足形的佛足石。由于释迦牟尼佛在这里悟道成为佛陀，因此这里被称为菩提迦耶，成为佛教最重要的圣地。围绕着菩提树与金刚宝座的大菩提寺，于西元前3世纪的阿育王时代建立在此圣地上，之后经历多次的改建而成为今日的面貌。大菩提寺境内，从世界各国而来的佛教徒会在此礼佛、念经或是静坐一整天，敬仰释迦牟尼佛。上头刻有浮雕的寺院回廊，据说部分为西元前古物。
受到围栏环绕，真造高52公尺的9层巨塔矗立。当西元第7世纪，有名的唐朝三藏法师玄奘大师到此之时，他已有此规模。降魔成道为主题的释迦牟尼佛金身法像，成道后的释迦牟尼佛在此处停留了一段时间，感受悟道后的喜悦。此时创造了天地的印度神梵天现身，要求释迦牟尼佛向众生传道。释迦牟尼佛开始深思，的确梵天所言甚是，该独享悟得真理的喜悦。我该对烦恼痛苦的众生说法。拯救苍生，完成此事是我的责任。下定决心的释迦牟尼佛于菩提树下起身，踏着坚定的步伐离开此地，为了讲述佛理，拯救众生脱离苦海。